白色情人节就到啦！上个月情人节系女仔送礼物俾男仔，今个月14号轮到佢送翻礼物俾我，唔知佢会送咩咧？公仔，杯，系 Lenovo 嘅 Yogurt Slim 7i Carbon， 正啊！我中意呢部 laptop， 除咗因为佢系白色之外，佢嘅其他功能都好好，基本嘅文书类工作，例如系复客人嘅 email。又或者是用 PowerPoint 做一些 presentation 的准备工作，甚至是 Face Login 这部 laptop 的反应都非常快。不过讲到我最最最喜欢的，一定是它够晒轻，机顶盖采用了高强度碳纤维，它轻得来又非常稳固，女仔带出街都不会觉得重啊。还要防尘有耐高温，完全不怕在沙滩、飞机或者繁忙的街道上使用，就算电脑同时开很多程式都依然运作畅顺，拎出街剪片都好 OK 啊！讲到剪片，以 laptop 嚟讲，佢嘅色准度好高，好啱我呢啲做影像工作嘅人。电池续航力方面，平日工作量咁多，呢部续航力好又可以 quick charge 嘅 laptop， 一定可以减少好多烦恼。而且仲有 Outlook Calendar 提醒功能添。唔知佢最后会唔会真系送呢份礼物俾我呢？